中国有七本寓言书啊，都非常有名啊。它包括呢，像诸葛亮的《马前课》，还有姜子牙的《万年歌》，袁天罡、李淳风合著的《推背图》，还有李淳风自己写的《藏头诗》，再加上黄涅的《禅诗》，以及邵康节所写的《梅花诗》，还有一个就是刘伯温的《烧饼歌》。在这里，最负盛名的就是《推背图》，他与西方人诺查丹马斯所写的《诸世纪》并称为寓言书的两大巅峰。之所以这《推背图》这么有名，是因为啊，哎，从他开始所推的这个唐代，一直到现在，哎，所写的这每一项，几乎都一一应验，啊，太奇怪了，非常非常的奇怪，以至于啊，就很多统治者都害怕了，啊，不行啊，得把这东西得焚毁啊，得烧掉啊，啊，或者藏起来啊，但是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啊，哎，屡禁不止。就后来呢，这朝廷啊就下令，就篡改了这推背图的顺序，然后呢发给了老百姓，啊，散落在民间。结果呢，这种颠颠倒倒倒颠的这种推背图，很多人看了之后发现不应验啊，于是呢就没人看了，啊，也没人收藏了。但是时间可以让真的版本浮出水面啊。像从宋朝一直到清初的年间，又经历了700年的时间，在这700年时间里，哎，又发生了推背图上面所写的17项，这17项又是一一应验。于是乎，这种顺序啊、图文解说都没有错的推背图的版本就出现了，以至于清朝哎出现个大才子叫金圣叹，都为其做批注啊。推背图呢，一共是60项，啊，那么第一项和最后一项，它分别是什么？引言和结语。只有从第二项到第59项，哎，是推的历史，啊，是兴衰史，是每个朝代的起起落落。现在呢，已经经过43项了，正在走的是第44项。那么前43项。啊，都是一一应验啊。这袁天罡和李淳风是太伟大了，到现在为止这43项没一项不准，未来还有17项啊。这17项到底什么样，都是值得我们晚辈后辈去研究去揣测的。像袁天罡和李淳风啊，两位大智者推出了2000多年的历史，也就是说是在他身后的2000多年的历史，太不容易了，可想这古人是多么的伟大。那么现在几乎找不着，哎，某个人学完了易经，学完了算卦，学完了一些神学，学完了这些术数之后，再能推2000年历史的几乎无人了，别说2000年，20年都难。说到推背图的作者啊，其实呢很多人认为是袁天罡、李淳风，这基本上没有错，但是呢正史上记载啊，这推背图并没有作者，也就是说作者这个位置上没有主名。为什么呀？想必是袁天罡、李淳风这是两位智者嘛，对不对？怎么敢留名啊？你想他是在唐朝那时候写的，那么唐朝呢，很多人都说在唐朝的人那肯定是希望这唐朝兴盛万万代啊，对吧？唐太宗李世民，对吧？不想听到只有290年的国祚呀，所以啊这作者就成为一个悬念，但是几乎肯定就这俩人没跑。那么说到李淳风，李淳风呢是唐代啊就是一个非常顶级的大易学家、天文学家、数学家啊，很厉害啊。他呢能够推兴万代，但只不过呢到2000年了他觉得没意思了，就推2000年就完了，所以这个推背图只讲了2000年的历史。另外呢，这李淳风呢也是最早研究日食的这么一位大科学家。说到袁天罡呢，那不次于李淳风啊，跟他是同一时代啊，很厉害的一人物，也是能掐会算啊，看阴宅、看天象、看人象都没问题。他呢发明了一套称骨演算法，也就是用非常简单的技巧就能够推算出人的福祸吉凶啊，非常了不起。相传
武则天的母亲就曾经找过袁天罡相过面。在《旧唐书》上记载啊，当时这武则天还在襁褓中，啊，这吴母呢就找到了袁天罡，哎，让他相面。这袁天罡一看，对吴母说：“看您的骨相，必生贵子。”然后呢，这吴母又招来三个孩子给袁天罡看。当看到武则天的时候啊，就骗这袁天罡说啊，这是男孩。好，这袁天罡呢就看了一眼这武则天，好，惊了一下，然后说道：“龙精凤敬，必为贵人。若是女子啊，必为天下之主矣。”当然了，这个事儿啊也不好说是真是假，但是历史就这么记载的，姑且听之。那么说到袁天罡与李淳风这俩人的关系究竟什么样呢？历史上啊居然有多个版本。很多人呢就认为这俩人呢是同母异父的兄弟，当然这个呢也有很多人反驳，不对啊。但是大多数人认为什么呢？这俩人啊师徒关系，袁天罡是李淳风的师父。还有一小部分人他认为什么呢？这俩人是同僚啊，是同事。但是究竟这俩人什么关系，与这推背图的内容啊基本上没什么关系。你管着他们俩什么关系呢，总之是两位非常厉害的易学大师。可以说推背图是中国预言文化的集大成者，他站在了一个非常奇特的角度来阐述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。他有一种很浑厚的文化魅力，这种魅力是我们后人啊哎呀望洋兴叹的啊，不可比拟，不可推测，不可研究，不可说，不可思，不可议。但是它可以帮助我们查古知今，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上下五千年这么久的文化历史，哎，让我们对中国有一层更深入的认识了解，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历史与人性，以便使我们走向更加有希望的未来。那么推背图究竟讲了些什么内容呢？我们会将推背图整个一系列分开来讲啊，请各位持续关注本人的公众平台。